咱们今天啊，该打疫苗了啊。然后呢，咱还是老规矩，先给谁打，后给谁打啊？咱们举手表决啊，别到时候说我欺负狗啊，传出去不好啊。小明花，你说咱们这针先给谁打？小明花，啊，小明花，哎呦我的妈，小明，你不想得罪狗啊？小明花，哎呀，小明花这不敢得罪狗啊。那行吧，嗯，老大呀，你说咱这针先给谁打？老大。啊，老大也不想得罪狗啊，啊，他也不想得罪狗。那问老四啊，四哥呀，老四啊，老爷问问你，四哥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老四你干哈呢，四哥，这怎么，老四这不打针呢吗？老四，你说怎么还睡着了呢，四哥啊？啊？那这么的吧，先从老大开始来啊，老大撅屁股。啊，三宝呢，你看好他们两个，三宝啊，爸爸今天考考你啊，四哥你好好听课啊。嗯，三宝你看他俩谁大，哪个最大，三宝他俩，嗯，啊，这个呀，三宝他俩哪个小啊，小的是哪个，三宝哪个小啊，这个小啊，三爸爸不相信你认识，我给你换个位置啊，三爸你再重新猜一下子，哪个大啊，这个大呀，哪个小，三爸哪个小，看看哪个小，三爸哪个啊，这个小啊，哎呀，三爸你真棒啊，三爸啊，老四啊，你看懂了吗，四哥，四哥，我的妈，这孩子，老四啊，老爷考考你啊，也考考你啊，四哥，我的妈，你说你这孩子，四哥，老爷问你一下子啊，他们两个哪个大啊，哪个能下馆子，四哥哪个能下馆子啊，老四啊，不，大哥你听没听课呀，老四啊，啊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不，哪个大哪个小，你傻傻分不清楚，老四啊，啊，四哥，哪个大呀？我的妈呀，你倒是摁一下子呀！啊，老四啊，哎呦我妈，这孩子这么懒呢，这么懒呢，他啊！哎，干啥玩意儿？干啥玩意儿？行行行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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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好了好了